他还在找吗？他还在找树苗啊，还没找到、啊。我看到身外装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已经打完了一整颗，我要前进吗？哎、欸，来啦！那不是我呀、啊，你也不懂，也不是我了。那我真的觉得小雨很猛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我发现是不是现在几乎都有这个定律啊？就是两个之后就会比较慢，两个就找不到了，就找不到了。对啊，换喵花、啊、搞不好就好了。对啊，喵花搞不好就有了。我很开心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还在做矿，我在交配。哦、你要做矿车出去玩是不是？啊啊！在交配什么？你在交配什么？干嘛？哦，那个兔子是说兔子吗？我在帮他们交配。哦哦，好哦。好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玩一下赛外赛吗？对啊，赛外喵哈，到时点赛外赛喽！来啦，喵哈挑战一下啦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等一下，一个都做不出来怎么办？不会啦，会啦，来，我们都来蓝队，真的吗？那如果一个都做不出来，可以喝陈山顶吗？你可以自己去买来喝啦。没有，你如果赢我们，我就买一个月份的陈山顶给你。一个月，哇，一个月份，不要闹了啦。哇哎哎，对不对？他很有可能会赢哦。对我们在海上，不好。哇，一个月的哦，三顶配三十块，九百块，我还好啊，送你啊。他只有三十块吗？五不是五十吗？五十的话就1500啊！哇，我1500送你啊！哇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在水里哦。哎、欸，你也在水里啊？对，哇！啊，公平开局。公平公平。你们那公平啊？哎、欸，你们又不用付钱。哎、欸，我沉下去了，谁把我打下来了啦？有人乱打啊！没有，这油也没用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等一下还随便拉回去。这油没有用吧？能怎么办、欸？我没有缺木拿啊。有缺吗？有缺木囊吗？你有缺？有缺玻璃瓶，都泡了。对，玻璃瓶来啦！打我，打我！快快快，团团去！去打小雨，打小雨，缺团团！你要打我啊！打我没有用，你缺！你快打折屏，打折屏就打到团团了。打折屏，把折屏推出去，把折屏推出去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来来来来。我挖沙子，我挖沙子，然后你们先去好不好？啊、我去做别的。捡一下，捡一下。我去玩。甘蔗，甘蔗，甘蔗，我让你上来。我上去。为什么自己人这样？哎，不要在一边闹自己人，我的钱。没有，一想到是整天的钱啊，每一下都是钱啊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哎，没有，你们要好不好？那刚好大家一起合资。没有啊，玻璃瓶啊，玻璃瓶，我弄玻璃瓶。苹果先弄了。那你们有人去弄那个马粘土的那个？啊，我去找牛，我去找牛。没有啊，有人要去用粘煮，好好，我去用粘。你刚刚粘煮，那边有粘苹果嘞。那玻璃瓶是我，玻璃瓶是我。雨月在用苹果啊，玻璃瓶找苹果，玻璃瓶。可是粘土在哪里啊？河里，河里，河里找到河里，河里面，海里面，海里没有，要河，河货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要叫河才有。河，河，请找河吧。不可以装傻，你是女王哎。对啊，你在那边闹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、啊，我真的假的？哇塞，小雨，你马上找到铁了吗？好厉害哦！我在一池水里面找到，我看到河哎、欸，完了，我还被打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苹果太难找了吧？我都四个树苗了，正常啊，我六个了。你有没有当喵他安静的时候，就是他很认真的时候。对他已经在认真了。你知道我很错愕的在想说，我现在要弄什么？没东西啊！你有没有开个网页啊？你们慢慢来啊！你有没有稍微感觉到我跟小雨之前的崩溃之处？你知道为什么那么不想那个吗？因为没东西啊，也没什么。哎，粘土要怎么做？粘土烧，要烧，要烧，你要拿去烧，跟玻璃瓶一样。对，白发跟他一样，白发也一样。啊、哦！玻璃瓶，你是怎样？你是后知后觉哦。我可以做燃料啦。好的，都没有苹果啊！我在打雷。你要献祭一个人？献祭也太恐怖了吧！献祭像鸟鸟，鸟，或是小雨吗？
都说你要把这么高级的牌打出去吧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哟呼，有了，哟呼。好，苹果有时候真的是怎么打都打不到、欸，哎，有有，运气、啊。又有新的营销包了。哟呼，哟呼。我往上走了，还是捡个一分钟的营销包出来。out 去。五个，所以你现在有人在下面吗？好想做一个、哦。你们有人在下面吗？下矿。还没。还没。我也还在外面。肚子饿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！哇！一个了，一个了，有一个开心。好，我觉得我目标达成。做了什么？开心做了什么？好，那我丢。我可能是做了十种吧。哦，哇！泽平输了。欸、你也太会相信人了吧！你也太容易相信人了吧！我的盆栽，你的盆栽没了，你的盆栽没了啦！我要总理了，我刚讲话我都不算数。总理，笑笑，想要干嘛？想要干嘛？可以想办法拼第二个。他已经挖铁了啦，各位加把劲哦！去找我在挖树头，树头啊，树木啦，树头是谁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是没错。哎呀，你怎么突然开始唠起台语啦？台语啦，是吗？台语是树头，树头啊？哦，是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还是你们要讲石头皮啊？掉、欸、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我要找那个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哎、欸，都没有动哎、欸，都没有东西呀、啊，都没动哎、欸，都没东西呀、啊。没有，他刚刚说都没东西之后，他就做出第一个。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没讲话。对对，所以要看到他讲话。对，我要一直逼他讲话。哔哔哔。他一边讲话，没办法好好的思考。哎，喵，你今天进来可好吗？我最近打火机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开始打火机，好火机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谁？对面是谁在跳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得了，去做这个，哎呀，整个很糟糕。刚刚做了什么？打火机、哎、呀！打火机呀、啊！打火机！啊、哦！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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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开始了，他开始了！刚刚喵，他讲到一半就没讲话，所以他认真了。他已经认真了。嗯，他在做事情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、欸，所以喵，他你进来可好吗？我拿到一个。哦！我说什么？加油！那个失踪了。仙人掌哇，又一个时钟，我太会了吧！哇，太会了吧！原来凑齐三个时钟就可以赢了，哇，太难了吧！凑齐三个时钟超难的。我要干嘛？所以喵已经还可好吗？你只有同一句吗？半句啊！半句啊！有诚意啊！有诚意耶！不是啊，喵，他刚刚没有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团团，不然你进来可好啊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进来还不错啊！你呢？你呢？那你进来可好吗？我都已经说我好了，你还不是？我是说你进来可好？我不要进去，我要出去。你要进去哪里呀、啊？进去哪里呀、啊？哪里呀、啊？哎哎哎哎哎！可是上面真的有时钟哎、欸，我现在看到。有啊，对啊，就开始讲时钟了。哦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刚刚有牛吗？没有。看到牛了，我看到牛了。我没有牛。看到牛。不要，你不要挑东西出来，你好恐怖，他要杀牛了。他要杀牛了！不是啦，杀牛了，我拿剑干嘛？哎、欸，对我干嘛做剑啊？对啊，你哦，他要做那个右上角，他要杀东西了，快！他杀牛没有啦，没有杀苦力怕。牛呢？牛呢？你想找苦力怕找不到？有了，我做了。你做走了吗？哦，做了，做了一个，哦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。对啊，可是我们都没有牛。有蛋糕，不是南瓜派，对不起。
为什么突然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快啊？等一下，快快快，救哲平！救救哲平的钱包！哎、欸，你们想想看，一个月的乘三点，我可以分你们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也是也是、欸，好像是、欸。那不然就看哲平要不要复线喽、欸啊。不是啊，刚我屁事啊！复线是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因为你自己讲的哦。哦，你刚明就是说哲平哎、欸，你自己讲哲平、欸，不，那不是呗？突然提对、欸、对，好像是哎、欸欸，你们不能这样哦，不要这样哦。没有，我们也是很认真的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挖矿啊。对啊，刚等级就是为了这时候啊。我们要再几个才会赢？我们还要很多、欸，四个、六个吧。個哇，加油啊！三五个，我已经找不到东西，这岛真的没什么东西。牛，我们还有什么要用的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自己的钱包自己守护啊！对啊，你自己守护哦，加油！自己守护就好了。牛、铁轨！哇哦！哇，你挖到铁了，我都还没挖到。我除了刚开始那个水池里的也没挖到了。嗯哼哼。为什么都没有裸露的铁可以让我挖一下？他要挖铁，他要挖铁了，快！他要挖铁了，各位，快点！把漏斗什么都做砖，这里有三块砖啊！看一下，先做锅釜啊！哇塞，锅釜了！做锅头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差点摔到岩浆里。可恶，摔下嘛！可恶，摔下啦！摔下嘛！这样我可以一文二乘三的呀。等一下了，没有别的话题。神怪真好，自己捐钱。原来里面讲完都觉得很烂。你说谁呀？是在一个山洞里面。那个是熔炉矿车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熔炉矿车。是的。哦。所以熔炉矿车要熔炉加矿车是吗？对。是的。没有铁啊，问题是狗狗。Go 看到繁星在我前面、欸。如果你熔炉矿车也做到了，赶快有人去打个苦力帕吧。嗯，可是没看到苦力帕，我觉得苦力帕最紧急了。因为现在就会结束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一块铁都没有，开挖开挖都没有，开挖开挖开挖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有鱼了，有鱼了。No， 但是没有啊，这有洞，还没有啊？你在弄鱼啊？有吧？不是，我什么都没东西啊，我好想要一块铁啊！这边边这里，看看有没有，看看有没有。没有哎，半身怪砖，怎么会？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没有箱子。对对，有啊，有这种超烂的，我遇过超多次的。一打开，嗯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从你嘴巴讲出来，好像一点。看太多了，有没有 ？SR 抽到手算了，已经看破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，因为另外一边隔壁跳出来，隔壁吗？好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我看你的 ID 了，看到你的 ID 了。这个吧，我铲子，我铲子。不会吧？这两个都在这里。你快，火药。耶耶！小雨加油！我在做啊！我钓鱼，我钓鱼，没有鱼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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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漏斗！哇！我请你们喝成正鸟。哈哈哈！笑了。所以真的是前面两个做完之后，第三个都会卡哎。就是因为我一个都做不到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可是你做了两个哎，对，好开心哦。对啊，就做完两个，然后开始。所以其他人要来玩一下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下一次可以来，下一次可以来一下。下次，下一次可以来一下。死啊，不是吗？对啊。还是有紫色的花没有吧？我记得没有，没有紫色的花。没有。应该说有，但是没办法弄成蓝料。它是桃红色。桃红色跟浅紫色，没有那个紫色。对对。对啊。啊，今年就开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下周再见，拜拜。钱包守卫单手成功了，钱包守卫者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雪巧克力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连败了五场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哎，好，六场，啊，反正就是欺负人多欺负人少才赢，你看多可怜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白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拿巧克力，哈哈哈哈，好啦，拜拜喽，拜拜喽，拜拜喽，各位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